家可以在里面玩，对不对？还有其他的答案吗 ？Sophia， yeah， 可以睡觉。嗯，家还可以做什么？哦，我知道。所以你说，你可以玩。你可以玩，嗯，家说了。还可以跟狗玩，是不是？玩到狗啊，好。那下面呢？你们要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画一画，用彩色铅笔画一画自己的家，好不好？请你们安静的起来，然后拿一张白纸，还有彩色铅笔，安静的在位上画一画你们自己的家，好不好？大家回到位上去拿铅笔和彩色铅笔和纸，回到位上画一画你自己的家。后，Sossi去拿纸和铅笔。是吗？这是你的家，很好。你还有什么要加的吗？在我的家，可以做我的，做我的什么？对，做数学啊，你喜欢？这是草。还有其他的车。所以我问你，你觉得家可以做什么？我可以dig in there. I can pick the bunnies. 用中文说，家可以什么？在家里可以干嘛？ I can. 我可以。Actually, I have to use for a chore. I have to carve the root. You have to carve the root? I have to carve the wheat. 你要除草是吗？So you do not know. Oh, 好。Did your sister do